芊芊，这是Pia哥，我是志祺，我是徐波，我是吴志。有 Lucky Boys， 哈咪 Video Cat 网红馆发烧强片十四天抢先看，恰恰独家喜剧大片，会员无限看。Look at me, look at me， 都是烂人呐、啊。他们今天来到新山的 X Park， 要来准备开卡丁车。很久没开了，会紧张吗？我们上次是开是在力宝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场地不错哎，它有一半是不会淋到雨的。它是半室内的，你白饭要多一点吗？好，给我一点白饭。那青菜呢？青菜不用，我儿子都不吃青菜。那肉呢？肉好，肉多一点。肉要加钱哎。肉要加钱，我没钱。什么都有，就是没钱。那你有虚拟币吗？有没有比较推荐，就是可以买回饭店吃的东西，在地的？那个串串的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串串。有顺路吗？都顺路。在你们饭店附近的那边很多有的吃的。我们饭店那附近不算特别热闹，对不对？还是算热闹？以前比较热闹。现在比较差了。司机推荐我们来买串串，晒完车肚子超饿。在这边点了一个大城串串，是司机推荐我们的。现在来便利商店买一些饮料，现在已经晚上十一点了。悠悠在路边看猫，他在跟他对话。姐姐挑了一个泡菜，新年菜铃，买了啤酒跟美露，我买韩式的，还有水。今天去玩那个 Go Kart， Go Kart 那个场地其实我蛮喜欢的，只是说今天真的比较可惜啊，人稍微多了一点，所以我们只下场一次。然后原本以为悠悠是可以自己开的，就悠悠不行，他就是跟我一起开，所以亲子车啊就开的比较慢。后来再想再玩一场，可是人就真的太多了。除了 Go Kart 之外啊，它其实还有 ATV， 然后像上面啊，还有一些滑索什么的。我觉得下次有机会真的早点来多体验一下。可是这次我们真的太赶了。Daddy， 你帮我吹我的洋芋片。对啊。这是要给苏珊。好啦。太胖啊！谢谢。我们要入住新山的万丽酒店。天啊，很急着逃厕所。我们的行李真的有点多，他在帮我们推。有啊，这是那个 suite room。它是一张大床，对不对？一张大床，然后还有sofa。那可以帮我们再加一张床吗？如果加多一张床的话，对。我们两大两小，可是我们的小朋友比较大。可以。所以如果你的 member 的话是有 entitled for 两个人的 lunch access 和两个人的早餐。今天的房号是1502，我们要准备入住了。悠悠还在吃串烧看鱼。这边有一个万丽的中餐厅。走喽，我们要上去了。你真的是，他这边就有个箭头在那你这边插，然后你真的是对不起。OK， OK， thank you， thank you。新山的空气好像今天不太好，我们要准备去吃早餐了。昨天说时啊没有说好，天亮的那一段没有说到，这边感觉还要再盖房子的样子。之间呢，他用了非常多的地毯，这边也是，房子里面啊也都是地毯。现在是早上的8点，然后因为我们赶着10点要出发去东胜港，所以今天稍微比较早起来。然后这间原本是有 lounge 的，可是他说后来因为人手不足，
所以浪局的部分只剩下午 happy hour 的时段，早餐部分啊都是在一楼大厅吃。这边不晓得会不会看到新加坡，我不知道哪一面是新加坡。你这边睡得好吗？还可以，太累了。Thank you。没有说蝙蝠物给了我一个这个，蛮特别的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凯琳拿了一碗汤回来。是不是我们太久没有在楼下吃东西了，都在浪子吃？忽然觉得它很丰盛，你有这种感觉吗？会吗？我觉得还好哎。你觉得没有很丰盛吗？对啊，因为它东西几乎是同一类啊。哦，就是它印度的料理偏多，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没什么。这边西式的东西很少。我第一次看到早餐里面居然有面包房，就是做面包的机器全部在里面，很有亲切感。面人的薪水，我昨天有跟我们的导游聊天，大概就是一个月这边啊，新山的服务员大概10000块台币。真的？对，薪水比较少。然后这一区啊，其实是比较算是之前想要发展的很热闹的地方，但是因为疫情啊，所以稍微停下来。可是这饭店比我想象中的大。我觉得还蛮大，它东西它蛋根本不用什么现做，对，它超多个两大盘。然后可能因为现在疫情啊，它预留的人座位是很多，可是今天呢、啊，它是让我们自由入座，座位太多了。平日吧，会不会是平日？不晓得。真是平日。第一个可颂，哇，它的可颂我没有烤，可是它是硬的，然后它烤的是比一般的再稍微多个3.7分钟左右，就表面比较黑一点。我吃一口看看，哎、欸，底部也是比较黑的。其实我喜欢这种感觉，我不晓得哪一个是可颂的标准，但是这样子吃起来，那个面包的香气会比较重。嗯，你看，还不错，它的奶油的香气又不知道是哪一家，没有吃过。然后我们还拿了炸鸡，这应该是咖喱鸡，还有一个半熟蛋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来到马来西亚，他们服务人员都很会打招呼。我们走的时候应该有80几个人跟我们说拜拜。早餐真的要记得来吃了，我自己觉得他早餐真的不错，吃起来东西都还蛮好吃的。你觉得？我刚喝那汤超咸。啊、哦，可是我吃到那个鸡肉啊，还有可颂啊，我都觉得还不错。我们想要去他的六楼看一下他的游泳池，还有健身房。对。走出来就是直接就是游泳池嘞。是有房间，就是你走出来就可以游泳。这种房型像0607，就是跟游泳池是在同一层的。这样玩水超方便的。哎、欸，不会冷，不会很冷，不会很冷。如果这下午游起来，应该蛮舒服的。整个万丽酒店就是这样子的。这饭店是一个 V 型的感觉，蛮特别的。这样？对，是这样子。然后房间啊就在 V 的两边。我们这次住的位置是，对，角间是比较大间。哎，这个房间真的非常大，尤其在厕所的部分。它的大房间就是整个配置上你都会觉得蛮舒服的，可是它变成卧室有点偏小。客厅大。然后厕所大，可是卧室没有很大，而且它的浴室有两间，一间是客浴，一间是主要卧室的卫浴。我们一走进来，这边是一个玄关，可是它从玄关之后都是用地毯、地毯是因为我们家有过敏儿，就会比较倾向不用地毯的房间。然后这一间酒店我觉得它没有盖多久，因为它这边感觉都是用系统摆。这边有个咖啡饮料的柜子，那一进来的右手边这边是一个客用的厕所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然后昨天我们有在这边吃一下宵夜，然后这边就是它的 mini bar， mini bar 就是水跟咖啡。我看一下它抽屉里面有什么，好不好？看一下，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吗？对，就只有咖啡。看一下啊，杯子，那这边有一些简易的咖啡，其他都抠的。然后我们昨天在这边吃东西，这边也可以连通别的房间呢、可能就是连通另外一个比较小的房间，就可以变成两房一厅了。对，那这边它的客厅，它客厅其实蛮大的，可以坐到6个人可以。对，然后我昨天睡这边，那这间酒店有一个小缺点，我们昨天是想要跟他要棉被。
可是他没有，他说只能给我们毯子，可是毯子早上我起来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冷，第一个会冷，第二个抖一下其实会很多哦，灰尘，对啊，毯子的特性就是这样。嗯，然后这边的格局跟很多的酒店蛮像的。嗯，它两边的门都是双开，就是两边都可以推开进来。这边就是它的卧室吧，我们有加一张床，那边一样有一个可以坐的地方。然后这间房间啊，其实原价是大概3500左右，然后我们加了一张床，就大概是4200-4300左右。是原价吗？不是原价，就是我定的价格，我可以用升级券。嗯，其实这间房间真的很大，你就算3500这样，哇，真的很便宜。这次我觉得最讶异的地方就是它的厕所真的很大，而且它的厕所的浴缸也是那种完美浴缸的感觉。来，直径。这边是有两个洗手台。嗯，这边就是一个开放式的更衣室，然后还有附两间浴袍。其实，在这一间饭店，你会觉得，哎，好像泡一下澡是蛮不错，因为它整个里面的空间弄得非常的宽敞，很舒服。对，这个也很大的更衣的空间。嗯，然后我们再走进来，你看这边好，这边有个洞。姐姐，我看到你，我看不到你。啊、哇，就热情真的是非常的不错。那这边就是它的马桶了，它其实都是透明的，整个浴室都是透明的。对，它的浴室走的蛮前卫的啊。嗯，然后这边就是它的淋浴的空间。然后浴缸跟淋浴是分开，然后我昨天发现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我昨天就想说，哦，体验啊，洗头发洗到黏在这边会不会太夸张了？结果我发现不是。好编号啦。对，你看1234567891011。没有把这个装潢的那个擦掉，或者是吃色铅笔的吃色吃在里面了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是当初装潢的时候忘记擦掉，还是小屁孩写上去的？不是啦，这个就是他们在瓷砖的记号，有时候要对花啊或什么的。然后你看，就是你看 A B C D。要起来咯，我们差不多要准备出门了。Hello， 我们要准备出门了。Still got your pearls hanging by my bedside。 我们要准备离开啦。我觉得整体来说，这间的位置虽然偏一点啦，可是其实住起来是蛮舒服了。以万豪旅享家来说，在新山的附近啊，你可以选择的酒店啊，其实也只有这一间，那我觉得还不错。好啦，那接着我们就要赶去拉瓦岛了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我们去拉瓦岛啦。对，没错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Like the moon needs the sun, 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.